心情。我妈能什么样啊？高兴啊！哎呀，我儿子要回来了，嗯，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，嗯，是黑了是白了，是是是难看了，嗯，还是更难看了？哎，那我得多难看呢，啊，我得啊，哎，啊！我儿子要回来了，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说你这个孩子啊，嗯，不是妈说你怎么了？你说你回趟家，你看看。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？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？嘿，妈，你真幽默。你看看，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。嗯，别愣着了啊，赶紧洗手去。哎，咱们准备吃饭。我这就去啊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哎呀，哎妈，哎呀，那个儿子刚回来，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？你看看啊。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嗯，你看看这个，哎，大螃蟹，哎，这个，嗯，大海螺，这个大扇贝，哎呀，大花蛤，大虾，皮皮虾，甲鱼汤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妈，啊，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？嗯，这也没点主食啊？你看孩子。吃什么主食啊？儿子回来就吃海鲜。哎呀，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。是，你别愣着，赶紧吃。哎，来吃这螃蟹。哎，不是，妈，吃吃这大虾。能夹。吃这花蛤。不是，来宝贝儿，哎，爸爸，哎，快吃，张嘴啊，宝贝儿，快啊，吃不吃？你吃不吃？给爸爸吃了。来，给爸爸吃，不给爸爸吃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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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